記得啲歌詞。喂，唔好唱。我哋記得 You are my best friend， 是否有一個會戰死？三個就剩翻兩個，然後我哋冇得叫做喝茶。做乜啫？你凍咩？做乜著飯啫？唔係啊，因為咧唱啲心情嘅歌好尷尬，有四隻眼望住你哋，唔好意思。跟住落嚟啦，其實呢一首歌，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呢首歌，因為呢首歌係講關於父女之間嘅嘢。
今日其實之前都有一些、小風波嘅，話說、我就同小虎就有一些、關於簽唔簽唱片公司嘅問題有啲摩擦嘅。跟住咧就、我哋都有一段時間冇揾對方。嗰一刻咧，我都有諗過啊，即係如果唔係有一個打電話俾對方先咧，可能就會冇咗呢段感情都唔出奇。因為我諗翻一個故事就係、我中學嘅時候有一個朋友話俾我聽，佢諗住同一個朋友一齊去參加一個歌唱比賽，但係中途即係佢哋響交呢個參賽表格之前咧，嗰個朋友係無辜失蹤咗嘅，冇出現響個歌唱比賽，亦都夾好曬首歌，但係冇參加到個比賽。然之後佢哋兩個本來好好朋友，就係、因為互相都唔會打個電話俾對方，然之後就呢段感情就冇咗啦。好好在我哋有打呢個電話。然後我就將呢個故事寫咗一首新歌，呢首新歌是第一次唱呢一個版本俾大家聽，呢一首歌叫做《一場朋友》。